今天我们吃这个藤椒大鸡腿啊，来，一人一个，来给爷爷一个，由爷爷给我拿一下哦。大郎没在家啊，这可以油炸，也可以空气炸锅都行。它吃起来有一丝丝微微的小孩都能吃的那种辣味儿啊，麻，因为麻麻的，香不香？十个大鸡腿一袋，你在那边去坐着也吃嘛，他说有点烫。那汤。